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夕，今天我们来讲麦田怪圈。1974年11月16日，阿雷西博望远镜向 M13 球状星团发射了一条无线电信息，信息内容包含了人类还有地球的大致情况。那么 M13 球状星团距离地球其实非常的远，超过25000光年，也就是说这条以光速传播的信息到达那里也至少需要25000年。假设 M13 真的有外星人，他们也愿意回复信息，那么这个信息一个来回也要50000年。所以这在当时的科学家看来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谁也没有期望人类真的能收到外星人的回信。然而27年后，也就是在2001年，英国汉普郡齐尔伯顿射电望远镜附近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麦田圈，它所表达的内容刚好对应了27年前发送的阿雷西博信息，我们真的收到了外星人的回信。在讲麦田圈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麦田圈。所谓的麦田圈是指凭空出现在庄稼地上的几何图案，这些图案千奇百怪，比如花朵、水母、圆圈、昆虫等等，什么造型的都有，但不管是什么造型都给人一种美的感觉，都特别的优雅精致。而每个麦田圈的大小也不尽相同，小的直径也就几米、十来米的样子，大的能达到几百米。人类到目前为止发现了超过10000个麦田圈，其中最大的一个叫做人体蝴蝶，它的直径达到了惊人的450米。那么麦田圈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都有发现，出现最多的地方是英国，特别是英国的一些古遗迹旁边，比如说巨石阵之类的地方，时不时就会刷出1-2个麦田圈。那么所谓的麦田圈，它也不单单出现在麦地里，像玉米地、油菜花地这些地里也都有发现。关于它出现的原因呢，目前大致有3类看法。大部分人相信啊，这些图案就是人为的，是某种艺术表达方式。还有一部分人相信这是外星人干的，因为麦田圈的图案太完美、太精致了，人类根本就做不出来。第三种看法也是最少的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种神迹，是神给人类的启示。不过我们先不管它是怎么形成的，所有麦田圈呢都有一个统一特征，那就是它的形成时间大多是在晚上或者凌晨。有很多目击者就表示，头天太阳下山前地里还一切正常，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嚯，地里不知什么时候就长出了一个超大的麦田圈，一夜之间就形成了。其实说是一夜之间可能都太长了，因为有证据表明麦田圈的形成其实是一瞬间的事。那么这些证据我会在后面向大家展示。好，说完了这些，我们再来看看麦田圈的历史。麦田圈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17世纪，那时候有一个叫罗伯特·波蒂的牛津大学教授，在他的书中率先提到了麦田圈。波蒂管它叫麦田标记，这个标记当时就出现在他家旁边，他亲眼见证了标记的产生，说是因为一道光，一道亮光过去以后，图形就形成了。波蒂后来还把形状画在了书上，以证明自己的经历。这个事情过后又过了几年，英国出版了一本叫做割草魔鬼的小册子，里面的内容描述了一块燕麦地在一夜之间被割倒了一大片，收割的还非常的整齐，而且头天晚上就有人报告说在这个地里看见了火光，所以人们就怀疑这个事情是恶魔干的，割草恶魔的名字由此而来。这两个案例呢是关于麦田圈的最早书面记载，而到了现代，关于麦田圈的案例和照片就数不胜数了。最早在40-50年代就有人拍下了照片，那时候的麦田圈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复杂，可能只是几个简单的圆组合在一起之类的，所以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人们普遍认为这就是一种自然现象。早期还有个学者说，这个东西啊，根据我研究就是由大气气旋引起的，他的意思就是暴风、龙卷风之类造成的。关于这个解释呢，当时大家也只是怀疑，没办法反驳，因为谁也搞不懂麦田圈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是觉得很神奇。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人类科技的发展，麦田圈的复杂程度也在与日俱增。比如2004年一个刷在英国威尔特郡的麦田圈，里面的复杂构造就看得人眼花缭乱。再比如2008年同样刷在英国的这个麦田圈，它是由大量的圆形构成，那么除了对称的圆以外，其他圆的大小还有细微的差别，可以说是非常的精致和完美。如果说这样的构图是由暴风、龙卷风造成的，恐怕相信的人就不多了，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就怀疑这个东西就是人造的。因为早年间技术比较差，使用的工具也比较简陋，所以做出来的图形就显得比较简单。但后来因为工具的进步，比如现在的人可能动用了无人机、激光测绘之类的技术，所以现在的麦田圈才显得一个比一个复杂。这个说法呢，听起来的确很有道理，而且在1991年的时候还出了一个新闻，让人们更加确信麦田圈就是人造的。
1991年，英国有两个60多岁的老头跳出来说麦田圈就是他们俩造的，两人的名字分别叫道格和戴夫，使用的工具呢也很简单，就是一块木板和一条绳索，两个老头就踩着这块木板把图形给踩出来的。其实啊，对麦田圈有一定了解的人应该很快就能看出来两个老头就是骗人的，因为每年诞生的麦田圈多达上百个，而且分布在世界各地，两个老头不可能满世界跑吧，就算他们真的这么无聊也没有这个体力啊。我前面说了，麦田圈大多是在半夜形成的，那么两个60多岁的老头能在一夜之间还是在黑灯瞎火的情况下把精美又复杂的麦田圈给踩出来，想想都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可能，除非两个老头是超人。那么这个事情呢，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无非就是两个想出风头的老头嘛。但这个事件的后续影响就不是太好，因为在他俩的启发下，后来很多人就萌生了制造假麦田圈的想法。从90年代开始，全世界假麦田圈的数量就开始激增，到了现在，真麦田圈的数量大概只占总数的10%，其他绝大部分都是人造的。那么既然假货这么多，我们有辨别麦田圈真伪的技术吗？答案是肯定的。其实啊，是不是真的麦田圈一眼就能看出来？首先，真假麦田圈里的农作物倒下的外观是有区别的。真麦田圈里倒下的每一株农作物不是各倒各的，而会形成一小撮一小撮的纹理结构。如果你从空中往下看，倒下的农作物会形成一个漩涡形状。但假麦田圈就没有这些特征了，因为在造假过程中，人们总是在上面踩来踩去，所以里面的农作物都是东倒西歪、杂乱无章的，也没有那种一小撮一小撮的纹理结构。其次，农作物倒下的原因也不同，假的麦田圈比如像道格戴夫那种，他们踩着一块木板强行去压，结果就是农作物的茎杆会被直接压断。如果这是一块油菜花田，那么油菜花肯定会掉得满地都是。而真正麦田圈里的作物表面看起来虽然也是倒伏状态，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那些倒下小麦的茎杆并没有折断，也就是说它还能继续生长，只是由原先的纵向变成了横向生长。另外，根据统计发现，倒伏农作物的第一个节点都被拉长了 45% 到 200%， 麦穗的蛋白质含量比正常作物高出了 50%， 产量也略有增加，所以真麦田圈并不会让农作物遭受太多损失。那么从这些区别分析，真麦田圈仿佛就是有人事先设计安排好一样，每一个细节都极尽完美。试问道格和戴夫他们俩能做到吗？对了，还有一点我刚刚忘了说，就是如果是假麦田圈的话，造假人在进入前肯定会在外围留下一条踏痕，他至少要先进去才能造假嘛。但现实是有一小部分麦田圈发现他根本就没有进入的路径，这种感觉就好像是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大印，突然盖在了麦田圈上。关于进入路径的问题呢，记者也曾采访过道格和戴夫。大家知道这两个老头是怎么回答的吗？他们说啊，我们是用撑杆跳的方式进去的。两个60多岁老头半夜玩撑杆跳，做完了再跳出来。如果真是这样，我强烈建议科学家们也别研究麦田圈了，赶紧把两个老头抓起来先研究研究再说。那么我们先前提到，真麦田圈里的农作物都发生了弯曲，这个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为了寻找答案，达特茅斯大学和麦田研究人士合作，在过去10年间对超过200多个麦田圈进行了采样，结果就发现节点的弯曲是因为电磁辐射。他们在实地考察时就观察到一种现象，就是正常的麦穗成熟后都是弯曲的，你想拉也拉不直，而倒下的小麦我前面说过也能结出麦穗，但这些麦穗都是直挺挺的，即使你把它掰弯也会立刻反弹回来，这个特征就是被电磁辐射过的最好证明。另外，研究人员还在一些作物的第二、第三节点处发现了爆痕，麦秆就好像烟花爆竹一样从里面被爆破了，这个现象也进一步证明了电磁辐射的存在。电磁辐射的原理就好比微波炉，如果你把一根生玉米放进去，加热的时候玉米粒就会一颗颗爆裂，其原理就是因为内部的水分加热导致的膨胀，而节点上的爆裂孔洞就是由此而来。另外，有不少目击者曾表示，麦田圈在形成的时候会弥漫着一层雾气，其实这就是麦秆里的水分被瞬间蒸发形成的。研究人员估计，这种技术大概需要6000到8000摄氏度的高温，而且还要保证不把小麦烧毁，所以这种技术根本就是天方夜谭，绝对不是人类现有的技术能做到的。
那么他们研究还发现，除了地表的作物外啊，麦田圈下面的土壤也发生了改变。用显微镜把这些土壤放大无数倍后，就能看到里面掺杂着很多直径在10到40微米的小铁球。这些小铁球经检测证实已经完全被磁化。这个发现呢，就解释了另外一种被称为幽灵麦田圈的现象。所谓的幽灵麦田圈，就是在麦田圈出现的第二年，即便农夫已经把麦子收割，下面的土壤也进行了开垦，可当来年的小麦长出来后，仍然能发现麦田圈的痕迹。这种痕迹要到第三年甚至第四年才会慢慢消失。另外，很多参观过麦田圈的人表示，他们在进入麦田圈后发现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都会失灵，这一点就很好佐证了麦田圈的磁化现象是真实存在的。好，介绍了这么多麦田圈的特征，相信大家应该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真麦田圈的确存在，它的制造科技是目前的人类望尘莫及的，所以现在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怀疑麦田圈应该就是外星人干的。那么这个结论有没有证据支持呢？的确有这样的证据。1996年8月11日，英国威尔特郡有一个叫奥利夫城堡的地方，一个叫约翰·威利的年轻人就拍到了麦田圈的形成过程。大家注意看，麦田上空有一大一小两个光球在绕圈飞行，紧接着下面的麦田圈就像变魔术一样凭空出现了。这个事情当时是这样的，约翰·威利是一个痴迷于研究麦田圈的19岁小伙，他那天特地来到威尔特郡住进了一家旅馆，想第二天出发前去参观麦田圈。结果不凑巧，第二天下午天气不太好，外面不仅冷还下着大雨，当时旅馆里的游客没有一个愿意陪他一起去的，所以约翰·威利就自己一个人去了。当晚他找了一处麦田，支起帐篷准备过夜。到了凌晨4点钟的时候，帐篷外面好像有什么声音，于是他就打开帐篷探头看了看，结果就看见两个白色光球在田野里转圈。他赶紧拿出摄像机把这一幕拍了下来。据他所说，当时两个光球在田野上空足足飞行了15分钟才消失不见的。之后他就很兴奋啊，把这个影片拿去给旅馆里的人看。他返回旅馆的时候是早上10点40分左右，看得旅馆里的人一个个都是震惊不已，所以这个事情很快就传得人尽皆知。那么我们现在观看的这段影片其实是网上流传的15秒版本。麦田圈因为形成的太突然，所以给人一种稍稍不真实的感觉。其实约翰·威利的原片长达15分钟。那么这个原片现在在哪里呢？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插曲，那就是当约翰·威利拍到这个影片后不久，一个叫彼得·索伦森的人找了过来，以制作纪录片的由头向他借用原片。约翰·威利由于还是个19岁的孩子，所以相信了对方，把原片交了出去。但是后来有一天，彼得·索伦森突然找了回来，说原片被盗了，现在只剩下一段15秒的剪切影片。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段。关于约翰·威利的这个故事啊，我们来分析一下真伪。首先，澳大利亚 Nexus 杂志的一名记者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曾特地跑到伦敦一家实验室，对15秒版的影片进行了逐帧检查，结果在上面没有发现任何人为修改的痕迹。其次，还有一个传言，有人说看到约翰·威利在回旅馆前曾跑到附近的一个城市，就猜测他会不会是去那里找工作室对影片进行了修改呢？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推算，那么约翰·威利首先要确保出发那天旅馆的人没有一个愿意陪他一起前往，然后还得在一夜之间做出一个麦田圈，因为事发前就有人路过那一带，那个人能证明麦田一天前还是完好无损的，所以约翰·威利必须连夜把麦田圈做出来，然后拿着影片去附近的城市让人修改，最后还得在第二天早上10点40分前赶回旅馆。如果是这样一套流程，这个时间会不会太赶了一点呢？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在2004年的时候，一个纪录片导演想看看自己能否伪造这样的影片，于是就把影片拿给了一个迪士尼动画师。对方研究了一番后说，如果以我们现在的技术，要做出这个影片至少需要4天时间，而且不能保证和约翰·威利的一样毫无破绽。注意，他说的现在是指2004年，还是动用好莱坞的特效技术，而约翰·威利的拍摄时间是1996年。也就是说，一个19岁小孩随便找了个工作室做出的影片，让8年后的好莱坞动画大师都自叹不如。说实话，这个故事我不太相信。所以我认为啊，这段影片极有可能是真实的。那么抛开约翰·威利的影片不谈，另外还有大量影片也捕捉到了麦田上空的白色光球。
这些光球不仅出现在田野里，不少人在闹市区也拍到了它们的踪影。2018年，有游客在加拿大一个景点附近用手持 DV 拍到了一个光点。由于速度太快，我们再用慢镜头看一下。根据这些影片推算，光球的大小应该和一个足球差不多。这么小的 UFO 大概率不会是一个载人飞行器，所以外星人应该是拿它用来探测，或者还有其他功能，比如制作麦田圈。那么既然这些神秘的光球很可能是麦田圈的始作俑者，那么他们制造麦田圈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外星人要给我们信息，还是纯粹为了好玩呢？我们现在以这个麦田圈为例，这个麦田圈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它很漂亮，但它具体代表什么意思谁也说不出来。直到后来有一个数学家看到后一眼就认出了这个东西就是圆周率。从中心出发后，图形的每一段占圆周的比率就是数字，比如第一个数字是3，那么3的这段的长度就占该圈圆周的 30%， 而且连小数点都有。大家不信的话可以将影片暂停再仔细看一下，该麦田圈甚至精确到了小数点后10位数，最后以3个等比例圆结尾。按照这个思路，人们猜测每个麦田圈啊，很可能都代表了某种信息，只是以目前人类的智慧还无法解读而已。在2004年，有人在罗斯威尔地区捡到了一块石头，上面有着很特殊的符号。起初捡到的人以为这块石头就是人为雕刻的，所以也没有在意，默默收藏了起来。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石头上的图案和1996年刷在英国的一个麦田圈几乎一模一样，而罗斯维尔又发生过著名的飞碟坠毁事件，两个事情呢就这样联系了起来。所以有人猜测麦田圈并不一定有具体的含义，它可能是外星人的一个符号，比如代表了某个外星种族或者联盟势力之类的。外星人可能只是觉得好玩，随手画了一个，就好比我们到一些旅游景点打卡一样，某某某到此一游的那种感觉。另外还有一个案例，是一个叫罗曼斯基的电气工程师，他在看过这个麦田圈后，觉得里面一定是蕴含了了不得的大秘密，于是就尝试去破解。他的破解方法呢和别人不同，别人都是直接照着图案去解读，就比如前面的那个圆周率，罗曼斯基则不同，他是直接把图形复制了下来，然后导入 3D 软件，利用中间的那根轴绕了一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立体图案。按照这个方法呢，他后来又建立了一些其他麦田圈的模型，结果把这些模型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张蓝图。蓝图里的东西看起来就像某种机器。经过一番研究，罗曼斯基认为这个机器可以通过改变重力扭曲时空，换句话说，这个东西就是一台曲速引擎。有了这个东西，人类就能实现超光速旅行。想法很美好，但碍于经济所限，罗曼斯基没办法将它打造出来，于是他当时就找了一个电影制片人帮忙。在听说这个事情后呢，制片人立马同意了下来，两人说干就干，很快招募了一个团队，还联系好了制造商。3年后，第一台原型机真的被打造了出来。可是让人失望的是，曲速引擎并没有起作用。很多人到了这里呢，就会嘲笑他俩的异想天开。但是我觉得吧，不管怎么样，这种勇于实践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可惜他们的研究后来因为资金耗尽，再也没有继续。而除了罗曼斯基外，还有科学家发现了麦田圈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代表了某种身影。这个现象在古代非洲就有发现，非洲的一些部落喜欢一边跳舞一边击鼓，他们以前在击鼓的时候发现鼓面的沙粒会根据音调的不同形成不同的图案。这个现象也得到了恩斯特克拉尼的确认。恩斯特克拉尼是18世纪德国的物理学家、音乐家，他就研究发现啊，把沙子撒在金属板上，再对金属板施加声音振动，上面的沙子就会形成特定的图案。只要声音振动相同，出来的图案也相同。一旦振动频率改变，图案也会立马跟着改变。根据这个思路发散思维，麦田圈的图案有可能是代表的某种身影。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沙子的图案和麦田圈图案还极为类似。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那就说明外星人是在向我们传递某种身影。但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通过图形还原声音，所以这个结论也只是一种猜想，还没有获得证实。但有反对者就认为这个事情不太可能。如果外星人想和我们人类沟通，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晦涩的方式呢？他们直接来不就好了吗？面对面接触难道不比这个方便吗？这个说法呢也有道理。总之，关于麦田圈的含义现在是众说纷纭，形不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所以各种理论的研究都显得很有必要。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历史上都出现过哪些好玩的麦田圈。
2001年8月14日，英国吉尔伯顿射电望远镜旁边的麦田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麦田圈，它看上去就是一个个草垛，当时没有一个人能看懂这个麦田圈代表什么，直到后来一架直升机从上面飞过去才发现，这原来是一个头像，看起来应该是个人类头像。那么也就是在三天后，头像旁边又刷出了一个麦田圈，人们称之为阿雷西伯彗星。27年前，阿雷西伯向 M13 球状星团发送了一串信息，信息当时是用二进制码编制的，转换成图形就是这张图。我们来看看它代表的具体含义。第一行从左到右分别代表了数字1到10，这是沟通的基础。第二行的紫色点代表了构成人类 DNA 碳氢氧氮磷的原子数。第三行绿色部分代表构成 DNA 核苷酸的化合物公式。第四行是人类 DNA 的双螺旋结构以及核苷酸的数量。第五行左边说的是人类的平均身高为5英尺9英寸，大概是1米75的样子。中间很好辨认，就是人类的外形。右边是说1974年时地球的人口是40亿。第六行是太阳系示意图，最左边的是太阳，然后依次是水星、木星、地球。因为是人类的母星，所以地球抬升了一格。最后一行的紫色构造物代表了阿雷西伯射电望远镜。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回复的信息都说了些什么。第一行也是1到10。第二行，外星人说他们的生命构成是以硅元素为主，所以他们是硅基生命，而我们是碳基生命。下一行，他们的 DNA 看起来像是一种三螺旋结构。第四行，他们的身高大概是4英尺，大概也就是1米2左右，是一个大头小个子形态，人口数量则达到了210亿。接下来是他们的太阳系，和人类只居住在地球不同，外星人在他们的太阳系占据了3颗行星。最后一行，外星人展示了一个巨大的机器构造物，这个东西应该就等同于他们的射电望远镜，或者更先进的东西。后来啊，又有人发现这个图形和一年前出现的一个麦田圈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外星人其实早就把很多信息包含在麦田圈里了，只是以我们人类目前的智慧还无法很好的解读，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用这么隐晦的方式。不过一年后啊，另一个麦田圈的出现好像给出了答案。2002年，一个带有阴影效果的头像出现在英国的汉普郡。不难看出，这个头像就是一个外星人，而且好像是小灰人，给人一种很阴险的感觉。头像旁边还有一个圆盘，经过专家解读发现，这是一个二进制代码盘，数字从圆盘中心开始解读，于是人类首次从麦田圈里读取了文字信息。信息一共有3句话，第一句话是小心那些带着虚假礼物的人和他们不可信的承诺，第二句是虽然痛苦，但是还有时间，第三句是善良仍然存在，我们反对欺骗者，通道关闭。看完这3句后，我认为啊，假如这条信息是外星人真心实意发的，那么他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明显了。带着虚假礼物的人其实指的就是小灰人，人类可能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小灰人科技，但是这条信息提醒我们要小心，这极有可能是个陷阱或者说利诱。还说善良仍然存在，这应该是指发送这条信息的外星族群，他们应该也讨厌小灰人，也可能吃过小灰人的亏，所以才提醒我们。那么信息最后还有一句说通道关闭，通道关闭应该不是指信息联络的通道，而是他们来到地球的通道关闭的意思，就比如虫洞之类的东西。我推测这个外星族群在很久以前可能造访过地球，不过后来应该都回去了，只留下了一些制造麦田圈的光球，所以现在只能通过发送信息的方式和人类进行沟通，提醒我们小心小灰人。那么关于这个麦田圈透露出的信息呢，让我想起了一个人，他也同样说过小灰人对人类不太友善的话。那么关于这个人的故事，我的下部影片会给大家专门讲解。好，时间来到2009年，又一个巨大的麦田圈刷在了英国威尔特郡。图案的上半部分是一只巨大的鸟或者说飞船，有意思的是下半部分3条尾巴分别拖着长长的符号，这个符号看起来就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据猜测这可能是外星人的文字或者说机器蓝图之类的东西。麦田圈的尾部还有一个椭圆形的构造，放大看的话就像是一个外星人头像。而接下来的这个麦田圈可能大家一眼就能认出来是什么，没错，它就是冠状病毒。这个麦田圈是2020年5月在英国发现的，当时正值全球疫情肆虐，大家都被搞得焦头烂额，所以这个麦田圈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即使是3年后的今天，知道这个麦田圈存在的人也不多。
但当时还是有人对他进行了研究，此人叫杰里米·克罗斯，是一个心理学家。他就发现了这个麦田圈的形态虽然和冠状病毒很像，但有一点，冠状病毒并没有一个如此长的刺突蛋白，其他的刺突蛋白看起来就很正常，唯独这一颗显得特别大特别长，里面还有八个小点的结构。起初啊，克罗斯搞不懂为什么，直到有一天他突然灵光乍现，意识到是自己理解错了，这根刺突之所以这么长是因为做了放大处理。也就是说，麦田圈作者的意思是让人类注意刺突里面的八个小点。克罗斯由于不懂医学，所以就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这八个小点确实存在，简称 SP8， 是抗原上的一个特定区域，它决定了人体是否能对病毒进行免疫。这个发现让克罗斯高兴快乐，他当时就给欧美很多知名医学家发送了电子邮件，告诉他们自己的重大发现。同时呢，也考虑到自己毕竟是一个心理学家，所以顺便问这个东西它到底靠不靠谱啊。一个专家后来就回复他说， SP8 的功效确实如你所说，但是这是 SARS 病毒的机理，并不是新冠病毒的，你搞错病毒了朋友。一盆冷水当头浇下，搞得克罗斯很是郁闷。不过后来也有专家陆陆续续回复说， SP8 在新冠病毒里也有发现，但是人类目前还不知道它的作用，所以这个事情最后没有得到证实。那么随着人类医学的进步，也许以后有一天会发现 SP8 真的就是战胜新冠病毒的关键，也未可知，毕竟这是外星人告诉我们的。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